好，观众爱美期的影子视频。娱乐圈中其实有很多的模范夫妻，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被外界所看好，尤其那些年龄相差比较大的夫妻更是被众人所吐槽。比如曾经的吴奇隆和刘诗诗，从各个方面来看他们俩都不是般配。吴奇隆曾经有一段失败的婚姻，而且还得因为这段婚姻遭到不少人的非议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他还比刘诗诗整整大了17岁，差了一轮都不止。虽然说当初他们在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中的旷世虐恋还颇让人心酸，很多人都希望现实中他们能够成为一对。但当真正成为一对的时候，网友们的想法却渐渐多了起来。那毫无疑问，这几年的刘诗诗确实被吴奇隆宠得像公主一般，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的甜蜜和幸福。如今有了孩子的他们更是荣升为幸福的一家三口，令人无比的羡慕和嫉妒。可以说年龄相差大的可能是年龄相差太大的原因，网友们也很好奇，如果当吴奇隆和他的丈母娘站在一起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画面。据了解，吴奇隆和他的丈母娘也仅仅差了2岁而已，就跟姐弟的感觉差不多。不仅如此，刘诗诗的气质一直以来在娱乐圈中非常的出色，可想而知刘诗诗的母亲到底有多漂亮和有气质。但因为刘诗诗的家庭一直以来在娱乐圈中都非常的低调，所以外界对于刘诗诗的家庭情况其实并没有太多了解，而她的母亲也并未出现在观众的视野。只是此前在他结婚的大喜的时候，网友们才终于有机会见识一下刘诗诗母亲的惊人容貌。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的母亲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都让不少人佩服的不行。虽然脸上已经有了很明显岁月的痕迹，但是他的这般优雅朋友的气质却让人无数人望而却步。就娱乐圈中我们平时说的气质型美女，他的母亲相比都会甘拜下风。看到他母亲的照片后这才明白，优秀的人才会培养如此优秀的女儿。不得不说，吴奇隆上辈子可能真的是拯救了银河系，才会娶得刘诗诗这么优秀的人。好了，本期的影子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各位动动手指点赞、转发、留言，谢谢啦。